对感情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，可能是两个人有规划，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在你以后往日的规划里的。觉得收到这么一款包也不错。这个链子啊，我觉得和这个包这个铆钉的这个设计搭配在一起，特别有特别别出心裁。它也可以这样拎，对，然后也可以这样背，都很方便。浪漫，准确，品味，别致，个性，美美美，是 Valentino。